那小孩真逗，他特别可爱，他那个眼睛是多情眼。多情眼是什么意思？多情就是你很多情，你那个很多爱。哎，对，很多爱，而且很会传递。如果姐姐需要爱情的话，我可以传给你。不行，我有一种犯罪感。犯罪感。哎，你有女朋友吗？真的？你的女朋友吗？我真的我没有，我现在我去韩国以后，我一个人都没有，我已经十几年没有交过恋人。不可能。真的，我真的发誓。那你肯定有问题，肯定有问题。我以前有一个女朋友，啊，然后我跟她一起七年。啊，